我要喝这五十颗蛋。如果说错了是，但是你们员工当然不懂，不要推到我头上。我没有推到你头上。你现在的意思就是推到我头上。我没有推到你头上。因为那边员工当然不足。而且我愿意把钱退给你。他退的就是那个价格，我要的是五十颗蛋。你花了多少钱？我要的是五十颗蛋。我要的是五十颗蛋。所以你花两百块钱吗？对，我已经退两百，这个我是上交。你如果花两百块，那我现在得到我是五十颗蛋的价格，我是因为这个签约的。你们现在要毁约，本来就是要加倍赔偿的。我们要毁约。你们就是要毁约，我先退给你。毁约你不是我的毁约，你没有说哪里的，我拜拜。好，你先听我说。我现在给你两个方式，一个让我带你玩，一个你外面定价带多少，带价格给我，就这样两个方式，还有第三条路。写在 FB 上写清楚。那客人来的时候，你要再说一次，说清楚。前面领了七颗蛋，送你这餐，让你用餐情绪不佳，我也请你。但是我们会员费就只能退你两百块，你不能两百块换一千块啊！这样子投资报酬率500%，那你多来几次就财富自由了。